圈对我有意见了，小朋友。不喜欢你叫我小朋友，我已经成年了。你这个朋友他在纠结什么？他在纠结那个哥哥抓紧了，是不是一直都只是把他当妹妹？喜欢吗？之前不都是说是妹妹吗？还真把我当你哥了。我能追你吗？诡计多端的老男人。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，你可别想耍我。